是 Stone， 我是510 Shadow， 我是浩南，我是太妹，我是阿柯。由市当真主办的校花校草选举，当中两位冠军 Stone 和510正式签俾市当真成为合约艺人，而亚军浩南 Shadow 同季军的太妹阿康都会继续朝住幕前发展。既然大家讲到自己对演戏咁有热诚，是咪要 show 下 Collie 先？咁大家应该对演技都好有兴趣啦，咁不如我哋嚟个演技大挑战哦！好啊！呢度入边有好多人啦，咁我哋抽一个。入边有好多人啊！扮，我哋就要扮佢咯。咁边个上先啊？哦，我抽先啦。好，咁阿康你过嚟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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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系边个咧？许言。佢成日扮噶啦。哼。呢个许言。唔系嘅，许言唔系咁嘅。你试下510扮一次啊！咪本色出现许言。系啊，两父女。足球系咁。我觉得好好啊。诶，唔系啊，诶，好好喎。好好啊。呢個似，好好喎。數據係唔會呃人噶。我要扮嘅人係阿康。你咪好想，唉，呢個易扮啊呢個。哇！你要望翻個鏡頭咯。OK。我而家咧要扮卡車。OK。是不是就是演扮緊？我不知道，不是你說爬坡小姐回來哦，爬坡小姐來了啦，爬坡小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爬坡小姐回來啦，哇，這個人，爬坡，OK，我放棄，我現在要扮豪哥。我而家够唔够 D 神啊 ？OK 嘅 ，OK。阿志啊，呢个要用行动去证明噶喎，系食嘢，诶攞攞碗饭嗰啲。真系嘅，可以吗？其实定系你想食啊？不过佢都系。明明就系你想食。化潮嘅工作个样，早饭快饭食饭。唔係講，真係好好笑。一二三，係遊學修。哇！我去扮，諗下先。遊學修，阿 Stone 啊，你知啦，本身係冇揀你入，好似係咁係。佢係想講得呢一題啊！喂，仲有咩？你咁記仇㗎 ？Stone 係咯，你要準備好十年咯。不過我冇想過原來你咁親密，最後是他揀我咯，冇佢嘅話我都忍唔到咯。而家曝光率多咗 ，IG follower 又多咗，連鼓勵打氣嘅説話都收多咗。不過個世界好公平，有正評就有負評，咁多位又會點面對呢？啲幕後會講咗好多，都係叫我做自己咯，做最特別嗰個咯。因為其實我可能同其他人唔同嘅話，咁唔需要去比較咯，做翻最真嘅自己就夠咯。我有收過一個 DM， 即係都係真係。但是他很簡短的那個，他說可以贏，但不想在市當真見到我這樣咯。那我就覺得即一定有的，那每個人的看法是咯，那就可以留意其他人咯，都是這樣說。我覺得剔負評的話就剔一些有建設性的咯，因為不是全部都是沒用的嘛。我也有收到說覺得條片拍得麻麻，就是我們條片的嘛。咁我就覺得每個人嘅觀點唔同咯，咁有啲人就覺得啊好好喎，咁有啲人就覺得其實係一般嘅，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。我記得即係最搞笑嘅一個負評就係佢一個月前係講我投咗你啊，睇好你啊，然之後一個月之後就講唔知乜乜粗口咁樣，之後就鬧我咁樣，但我唔明點解嘅，佢冇解釋嘅。就唔係本身係支持我嘅，你有冇你有覆佢多謝，多同人格，因為佢冇解釋，所以我就冇理到咯，係咯，同埋而家印象深刻嘅就鼓勵就係，即係收歌嗰晚 live 話我冇咩女粉絲，之後勁多 DM 話我可以你女粉絲嚟㗎咁，我中意你㗎咁樣咯，就係 IG 都有幾個成日都 DM 話成日好支持我人，咁都。很開心嘅，因為佢即係我有啲咩作品一出咗，佢就會好支持我啦。負評啊，冇乜介懷，因為
我都唔係，因為有啲人話我矮嗰啲，我都唔係賣高度嘅，咁賣矮做咩？都未定，係未有定數。生高啲剝曬佢啲牙，冇啦，我唔想剝人哋啲牙，積金得啊，呢個要積金得。但係積得嚟都要生高啲，但係我都要生高嘅。生高啲。入五十強之前，就有個人就停低咗 DM 我話我冇投你一票，跟住佢講咗點解咯，就係打咗一篇嘢同我講點解，佢就分析點解唔中意我咯。咁樣我就循佢打俾我嗰篇千字文。係啊，嚟改咁樣應該未必即時改到嘅，但係佢呢位 formal 有幕後過嚟幫手之後，佢都自己行過嚟同我講：啊，太妹你進步咗好多啊！咁樣我好開心，就係有啲建設性講到俾我聽，我 exactly 唔中意我啲咩，跟住你睇到我有誠意改咁樣咯，但係未必即時變到嘅，仲係好翹口撐手。不過咁樣代表好大進步空間。我嘅好評係我哋出完康泰旅行團之後咧，我哋見到有個 B B 咧，佢 send 翻段片翻俾我哋咯。之後佢喺度做掌上壓，即係勁得意咯。係啊，之後同埋佢喺度唱翻嗰首歌，即係唱翻嗰首歌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有一次event 咧，即係有一次係出面拍嘢啦，因為拍啲足球嘢。之後咧咁啱佢哋佢屋企人咧帶咗佢過嚟咯。之後我同 Ernest 喺度咧，之後佢勁怕醜勁可愛，之後佢唔夠膽唱翻首《薩迪卡》。即係我感染到啲咁細個嘅小朋友都可以睇到我哋首歌嗰下好開心咯。早排 Stone、太妹、Shadow、510同埋何球出演 D N J 嘅新歌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》M V。Stone 飾演一位花心男，唔止攞走太妹嘅第一次，仲出軌同510偷情，睇到觀眾想打爆個 mon 啊！而太妹的演技都 firm 到，搞到人喊曬口啊！估唔到大家都係中意嘅咯，我覺得我都仲係好對演技仲係未有熟悉啊！我覺得要多謝阿 Will 導演、柯偉林導演導得好好啦，多謝佢中意我嘅本色演出啦。有時太妹太多又要收翻少少啦，即係擺翻多啲何詠琪入去咯。咁我係好少好少會喺鏡頭面前有啲好得意、好青春、好清純嘅啲演出嘅。原來大家中意嘅係呢個 MV， 大家都讚我演技好好，我覺得我未係咯，我唔係好夠膽撳翻入個 MV 嚟睇啊！拍完之後，因為我仲係覺得仲有好多位都可以再做好啲。一開始咧，阿 Stone 逼東我嗰陣時咧，因為 casting 嗰陣時阿 Stone 逼東我係心動嘅，咁去到埋位真係開機拍嘅時候咧。是逼東到冇曬心動的感覺噶，跟住係啊係啊 ，Will 導演咧係再試一次位嗰一下，搞到我重新係啊，搞到我重新，唔係我令佢心動，搞到我重新有一次心動的感覺，所以就可以 keep 住個心動的感覺同阿東再拍啦。阿康有冇少少鹹醋醋啊？梗係冇啦，梗係冇啦，冇㗎，點會有啊？你啫喎，點都話有啦。阿康就係要呢啲心態。校花校草开始演出不同的作品，观众对每位都有赞有叹，究竟他们之间会不会互相比较呢？我觉得男仔好一点，因为男仔是五个都是不同方向，即是其实五个都很特别，即是不会说撞了定怎样，所以又没有说特别要去比较些什么，都希望我们五个都可以从不同方向发展得很好。我有啲想同阿 Stone 比较咯，因为点解凭咩你又可以又锡510又摸太妹大髀？我唔得咧，係咪即係因為我係女仔咧？係，我就會諗咯，我就會覺得做男人真係好嘅，即係男女通殺。我覺得係關心態調整事嘅，因為你的確你會驚咯，即係你係比起妒忌或者羨慕人，我覺得大家係驚，即係驚自己啊係咪係咪自己做得唔夠好咁樣咯？我覺得呢個係要調整心態嘅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軌道嘅，咁。行翻自己條路咯，最緊要就係盡量少望側邊啦，係 focus 翻自己度。我覺得冇 job 做嘅時候咧，就去學嘢咯，就永遠都係行緊路。收到玲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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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啊，我會努力嘅。玲姐呢番説話真係好有啟發性，希望佢哋 keep 住團火，將來有更多好作品啦。大家記得繼續支持我哋將來嘅發展。